不管，今晚电话怎么回事？好，啊，你妈哦，天晴啊，去学笑人家。我都不能让水哥，我查甫人看物件叫查人吃，嗯，免想嘛。嗨呀，啊嗨呀，这是迄个姓死人姓地啦，再无走走去啦，啊，你若真是人客嘞，啊，免人讲，让你踮咧夜扫秀咧扫涂骹啦。我甲恁家遐侪麻烦，做些嘛是应该啊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地板灯烧烧，来，唔通啊？什么你唔通啊嘞？姐，你若听我的话哦，我无即嘛学习去哦。袂啦。哎，我若想到你甲创哪样去加走哦。哦，我就生气嘞！咱是人嘞，迄毋是物件，讲要化予什么人就予什么人嘞。哦，啊，佫毋知影见笑，啊，佫走来遮嘞，我大声细声哦，吼、哦。是的啦，害恁甲伊冤家。秋兰啊，我咧看吼，你这件代志若无紧解决哦，因绝对袂放你煞啦。是要安怎解决嘞？解决人啊！啊，家己也毋是咧歹代志啊啦！咱即块位啊哦，啊嘛真侪红色死地人命哇！啊，呾倒一个无搁再嫁，哎，你为着人家吼，手干一十年遐，啊已经有够啊啦！家己嘛是爱有对象啊。嗯，对对对对，你若想不通就对啦。不过吼，嘿，你若要嫁，毋通嫁伤远的所在哦。我是吼。好心啦，提醒你啦。阿婆吼，恁小云哦，伊足可怜。可怜。是啊，伊用苦读，会哭哦，无人同我斗啊。苦读应该是袂啦，阿辉阿公吼，足疼伊个。嗯，疼啊。哦，啊，当你卖米店的时阵，毋是足疼你啊。啊了后嘞，伊咧哭出音啊，哎呦，安尼甲你认得要死啊，对毋对？个阿婶啊，哦，你伫米店的时阵，计好势哦，哦，就对恁阿惠我好咧哦。哦，啊，但即摆即声好啊，你搁唔嫁伊咧？伊即摆唔知要安怎想？迄无得个吼，迄见笑当受气，啊，迄个气哦，啊，气在恁阿惠的身上。这是安怎？安怎？啊，嫁嫁咧啊！你哪里嫁？我心目中哦，有一个哦，甲你足速配的人哦。啥？阮阿海啊。啊，伊若叫阮阿海啊吼，你咪用逐工哦，看到阿辉啊。阮阿海啊吼，迄个我故意的哦。伊本来吼，因为我伫外头哦，是要捧来互你食啦，阿尾啊吼，伊就感觉我歹势啦，阿哥。提你问我讲，你今晚唔知有较快活无？嘿，早起啊！伊干那呢？喊一声来尔。吼，迄米店的人哦，安尼随随都大家拢点去啊啦。你若阮阿海啊吼，甲你斗照顾吼，我咧想讲哦，迄挂人哦，迄绝对唔敢对恁阿惠相超过。你话等哦，汉小生哦，紧食啦，食。哎呀，是讲哦。若要嫁吼，迄是毋通嫁到吼远斗斗的所在哦，要无吼，过两三年啊，恁我囝若是吼见面吼，迄啥毋相捌咯。阿秀，我甲你斗相共。哎，免免免，你是米店吼少年头家娘，啊，互你做这吼会失礼身份的。袂啦，讲吼。阮阿母甲你讲的秘书，啊，讲得安怎？你敢有答应啊？啥？啊，你真是答应要欠阮大伯啊？啊，是讲哦，阮大伯也是个足好命，啊，拄拍走一个某尔，啊，你着随便来报道啊？是讲哦，你要搁改嫁，敢有甲恁后头找人参详？看你这形哦，我就知你唔敢讲啦。
咱查某人吼，若要搁改嫁，也毋是啥物轻易的代志啊。尤其是你啦，啊，愈嫁煞愈歹，这吼上好是愈少人知影吼，较袂歹势。啊，不过吼，话去讲倒转来啦，你若无互恁后头厝的人知影，啊，万一吼恁后头厝的人若要来找囝婿，讲要来中州佚佗啦，啊，毋知影囝婿是啥物人，安尼嘛是毋好。你若知影吼，我关心你就好啦。哎，等下啦，你敢有了解阮大伯的个性？伊的个性吼实在有够歹的啦。我讲拢属实的哦。较早阮迄大嫂阿弟吼，伫咧厝的时阵，因两个人吼，迄三两工吼，都爱争一摆啦。迄冤家安尼嘻嘻叫，敢若袂输拍火的，闹得滚滚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阮大伯吼，都甲安尼拍到安尼无地走，啊，常常嘛走去出面隔壁咧喊救人。哎呦，你讲着吼，实在有够见笑。我知影啦，查甫人拍查某是毋对的，啊，毋过其实阿丽啊，伊嘛有毋对的所在啊，袂许拢怪阿海的啦。哎呦，阿丽也袂叫阮大伯啊，就这么威哦。我看吼，后摆阮大伯一口罩吼，就爱靠你来换家啦。我无这意思啦。哎呦，免客气啦，迄查甫人吼，就爱管得着，啊，若无吼，像阮迄，你就麻烦啦。讲到阮遐山啊。伊就是唔听我的话啦，叫迄钱人乌白借人哦，伊就是唔听啦，唔知偌济钱哦借阿丽啦，啊，即摆阿丽啊叫走去啊啦，但我遐钱唔知要找谁讨啊，嘿吼，想到实在都厌气个。啊，对啦，后摆吼，咱就是同一家伙啊人，我想讲吼，有代志要麻烦你啦，后摆你若看到阮阿三吼，有人要甲伊借钱哦，迄唔管是啥物人，你来甲做动哦。我知影。啊，那安尼吼，我就放心啊啦。阿秀啊，你是看你甲秋兰，你讲什么三八话啊？哈？无啊。无，我甲你讲哦，秋兰即摆是要互你做大嫂哦，你讲话就啊较有层次的，知影？哦。嗯。秋兰啊，阿秀有甲你讲阿海的歹话无？无啦。哦。我这个阿秀这个媳妇吼，安尼人袂歹啦，啊，就是爱讲话三八三八啦。啊，伊若讲啥物话哦，你想人听哦。伊厝内面空闲哦，你免做啦，回去做，有听无？伊准备哦，让我做新娘。真好，真好。看起来，要甲这家伙仔的人斗阵是真无简单。为着阿辉。我感觉是应该嫁予帕迪海啊！你哪生这多啦？我有食饭啊，阿公大家拢要给我食鸡腿呢。你看你啦，
阿母无伫个哦，你头早阮袂晓整理。阿母，你是去倒？你倒来陪我好无？我足惊你无爱玩呢。阿母哪会无爱你？阿母嘛足唔甘你。阿母，阿舅讲你嫁予别人，你敢是真正的？阿辉啊，进去好好，无你袂赴哦。进去，哈。阿母，进去啦。阿辉，小等下，阿辉。是谁给你拍的？是谁给你拍的？阿舅舅。高德威，是谁甲你拍？是阿公？唔对，阿公袂甲你拍，是阿妈对吧？是阿妈甲你拍的？不是啊，不是，那是阿姐对吧？你甲阿母讲，是阿姐甲你拍的，是阿姐甲你拍的哈？阿母，你想拍啊？阿威。我去看阿辉啊。阿辉啊，袂歹唔见啦。啊，你有甚物好看呢？阿辉，即马我只有等阿辉去学校的时阵，才会当看到伊啊。新婚头一天，安尼就面忧面干，啊，袂想咧嫁阮阿海安尼哦，啊，足委屈的款，你知影？你无要紧啦，母啊，我带你看一下阿辉，这嘛是应该啊。你哪会安尼？啊，透早阿母都无去啊，阿未晓要找，还搁替你讲话哦。迄无要紧啦，啊你嘛知影讲阿辉也是秋兰的心肝囝，啊去甲看一下，啊你伫遐咧？诶，我替你嫁母呢，啊搁安怎？我安怎？啊当呢？阿辉也看。阿爷讲，爱去煮一顿仔，予翁食袂，哈？我拢已经煮好啊，即摆会用食。好，好，食饭，食饭。行啦，食饭啦，莫受气啦，行啦。母啊，莫受气啦，食早顿，吼。阿母，出来。莫受气啊，快死袂老去啦。嗯。头一摆看到灶脚，我都变甲遮清气的。嗯，吼、哦，迄面皮有够厚呢，唔惊人来笑讲哦，迄贫惰查某。老师，叔，啊，你这罐仔是哪摕的？哦，伫迄橱仔内面啊。生去啊，卖去吃，有咧倒掉啊！谁讲袂用食？迄梅仔哦，是阮后头厝饲规半年的，专工摕来给我的。啊，搁迄半尾鱼啊，是要留我今仔日吃的。啊，你安尼要倒掉，拢无问题，凊彩就甲解倒掉哦。阿秀啊，阿秀你好命啦，今煞着放屁，伊也毋是专工解倒掉的。是的啦，我毋知影鱼啊是要留我今日吃的，我就看伊臭酸袂用食，就倒掉啊。迄有够土济，即条做讲咱足富裕的，咱若要食一尾鱼啊，就爱等偌久，你知影？是的，我唔管啦。迄模样哦，你爱陪我。迄模样真实是西哥陪的，真好无骗你啦。啊，想的是好话啦，但阿叔头拄都讲过啊，讲迄面条干硬倒掉的。阿叔，你坐咧坐咧，我只叫叫人试一下就好啊。你较掂的啦，较无枉啦，搁生下免钱哦。阿叔。迄梅仔食遐济，对身体敢好哟？隔壁曾迄个阿水姆啊，三天前才过身啦。伊就是梅仔食伤，才破病死的啦。当然是
事的代志，关我什么屁事？我也是惊讲你会甲伊同款。阿母啊，咱下摆吼，莫做伙食啦。上好吼，随人煮随人食，这下母囝吼，大家拢无通啊食。小查某啊，恁爸早毋才结婚尔，你七早八早吵架两家，你是还袂袂？好啊，好啊啦，好啦，分分的啦，随人家己食，随人食，吼，莫安尼吵。好啦好啦，无啥代志啊，无啥代志，你紧食啦。来来来来，食饭啦，食饭啦。等袂落啦。嘿，你紧食啦。